我一会儿呢，想直接从这时候。我感觉我好像今天大事，一会儿去看。不知道准备什么。过去了，放下了，好吧，臭哥。去吧，你干啥呢？去了。你进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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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。看见没有？喝酒干什么干？一起吧。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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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。 你最近跟你那位老板怎么样了？上次他看到我，好像有什么误会啊。那都不算什么，我和他之间的问题比那个严重多了。其实恋人之间吧，沟通是最重要的。当你觉得那个人不够了解你的时候，生气、赌气都是没用的。 最亲密的人之间，应该打开所有的门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，但有的门没那么容易打开的。程总，严小姐，我们到了。 我先接个电话，你先上去吧。行，那我先上去啊。喂，大家好。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走走走！我叫沈侯，今天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名字叫《慢慢喜欢你》。 这首歌，其实我今天只想唱给一个人听。哎，你快让开点，看不到了。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，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。 春，好多桥段，好多都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问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对吗？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？ 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，绿蛙红砖柳树和青苔，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。你说你也会这样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。 慢慢，我想配合你，慢慢包围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。 我们回去喝酒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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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哦，哎呀，干嘛？我送你那颗糖，你一直把它藏在盒子里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看见的话，我永远都不知道我自己在你心里有多重要。杨晨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拿你打赌，我更不应该说自己是因为面子的问题，强迫你继续和我在一起。我知道，这段时间你和我在一起，并不是因为我花钱雇了你，你是真的喜欢我，你是真的想跟我在一起。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以前我太傻，我太笨，但是我现在都明白了。哎，还有，等一下，这是我根据你打工时间制定的日程表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你真的很辛苦。除了蓝月酒吧、便利店，最近你要去大排档。杨晓晨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情。你的时间，也不只是属于我。以后不管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，我来迁就你。既然你把什么都藏在心里，那我就迈出一步，我来了解你。我。十、九、八。你要干嘛？七。你要把这儿炸了吗？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冷。你要干嘛？什么情况？我以为你要把这儿给炸了呢。你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等等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杨晨，我喜欢你，让我陪着你吧。